一个月复胖成功，带粉丝减肥第一天，没第一天不看体重，看腰围。今日腰围93，先做空腹有氧爬楼梯。开始爬楼梯，爬的时候要慢，越慢越好，一步一个台阶，越慢越好。顶之后坐电梯下去，不要爬下去。下来之后继续开始爬，记住一定是慢。如果你家里没有楼梯，没有电梯，就出去遛弯慢跑也是可以的。你记住，你得动起来，你一定要动起来。10分钟、20分钟、30分钟、第40分钟。爬完楼梯之后直接练核心，臀部动态拉伸，这个动作做10下，大腿内侧动态拉伸，这个动作也是10下，腹肌激活30秒，左侧屈腿卷腹，腰贴紧瑜伽垫起来，做12次，换右腿，再做12次，循环2遍，单核跳30秒，屈腿卷腹，你的腰要贴紧瑜伽垫，然后起来，一，俯身蹬3，你的腹部用力，小腿前蹬，把腹部收紧，腰背挺直。以上四个动作循环3次，完之后拉伸，趴在垫子上，两手撑起来，用力往后撑一下，坚持30秒，两个手往前伸，往下压，坚持30秒。燕麦坚果，一粒鱼油，